明天是星期六嘛，那我就想着买明天的票，然后过去那边住一晚，还是挺方便的，因为我们对面过来的话也就15分钟左右。2.5分鐘，香港跟廣州的距離就拉近了，肯定有幫助，因為快了，即係好方便啦，就唔需要再轉嚟轉去轉車啊咁樣，咁佢直接到呢度行路過去廣交會就得啦。